但在联盟赛今天离谱操作，一个雪球被困之后不仅没有被淘汰，而且啊对手嘲讽金马自己给送走了。你们说说，这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呢？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粉丝稿。这全国第一的视频我都能看到，我自己什么实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也就仅仅相差了一秒之多，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快点跟全国第一合照啊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用自己的姓氏加上 KS 就会出现好听的名字？不信让我来试试。上课，好家伙，这才刚放暑假没多久就要刚上课了啊，这谁能忍啊？反正我是忍不了啊。好，我懂了，2000万年后的人类会变成蛋仔，现在就打开蛋仔派对去熟悉一下未来。嘎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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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家伙，2000万年以后的人类就会变成蛋仔，你还别说，这2000万年以后的人类还真是蛋仔哈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你们的姑姑姐姐要是真的活到2000年以后，那可太好了。